秋天正是吃海鲜的季节，硕大的螃蟹，新鲜的海贝，肥美的三文鱼，想想就直流口水。相对于牛羊肉这些红肉，鱼类也是很健康的食物，很适合三高患者食用。今天营养师给大家推荐一种应季的海鲜，蛤蜊。蛤蜊是个既好吃又好玩的东西，每次吃到漂亮的壳，我还会洗干净留着玩。蛤蜊含高蛋白、高微量元素、高铁、高钙，并且少脂肪，所以时常吃它好处多多哦。秋天吃蛤蜊的好处：一、蛤蜊不仅富含钙、铁、锌、碘等，含量也很丰富。蛤蜊是一种低脂肪、高蛋白的海产品，可以为运动员补充优质蛋白质，让肌肉强劲。对于普通人来讲，蛤蜊营养均衡，适当食用既可以增强体质，还能起到一定的补钙作用。秋天吃蛤蜊的好处二：除了这些大家熟知的营养优势，蛤蜊等贝类食品中含有独特营养成分牛磺酸，这种含硫氨基酸跟胎儿、幼儿的中枢神经系统及视网膜的发育有很大关系，而且可以促进脑细胞 DNA、RNA 的合成，增强学习记忆能力。因此，稍大一点的孩子可以适当吃蛤蜊。秋天吃蛤蜊的好处三：我国传统中医书籍《本草经》书中记载，蛤蜊其性滋润而助津液，故能润五脏，止消渴，开胃也。咸能入血软坚，故主妇人血块及劳疲为寒热也。秋天吃蛤蜊的好处四：蛤蜊肉含有的拜耳肽七胆固醇和24亚甲基胆固醇成分，对于胆固醇在肝脏合成具有抑制的作用，另外还有加速排泄胆固醇的功效，因此蛤蜊非常合适高血脂患者食用。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蛤蜊的烹饪技巧：蛤蜊鲜蘑汤。一、将蛤蜊洗净，吐沙子，放水里热水焯熟。二、放凉后捞出，剥出蛤蜊肉，将汤倒入碗中让其沉淀，取上层干净的蛤蜊汤。三、锅中加入葱姜爆炒，倒入蛤蜊汤与适量开水。四、放入焯过水的蘑菇，水开后放入蛤蜊肉，最后撒香菜末调味即可。